接下来还要再来看这一段爆红的影片。一开始不仔细看的话，你会觉得以为是哪一个营队的小兵在练军歌，练习精神达数。不过后来发现这军歌有舞蹈，跳的还是扭腰摆臀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带您追踪。达数。整齐步伐，精神达数，气势很惊人。只是小兵们怎么脸黑黑的，穿的还是童子军服。军歌夜袭唱得好响亮，但这里不是军营，是高中举办爱国歌曲创意竞赛。这群复兴高中戏剧班的学生玩起创意，连队形舞蹈都经过特别训练。学生们发挥创意做造型，但为了省钱，脚上穿的鞋子你看得出来吗？是黑色胶布贴出来的。短短五分钟，以整齐划一加上扭腰摆臀的创意，夺下全校第一名。影片被家长PO上网，一周内就超过50万人次点阅。这些歌好像是比较久以前的，不过好像跟我们其实也没有差多远。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比赛。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解读不一样，加进来的这个素材不一样，所以就非常的有变化。爱国歌曲比赛，学校年年为高一生举办，学生逐渐融入戏剧、街舞，提早感受当兵的 feel， 也让学生少接触的军歌多了另类的曲风。刷剑。记者吴佳不是台北采访报道。